我面刚哦，我个人伫咧烧跳，你心香哦，我是你的无法度，所以你什么婚姻，毕竟婚姻是恁家己选择，以后日子是恁家己要过。是不过，我为什么一直受到这么的轻视？这个是我天外想会到的代志，但你当面家己哦，算来是世家，因为家世阁这么正薄，其实玉玲的个性也不错，为什么大哥呢？一年轻答应婚事，这结局没有缘故，我想讲要问阿兄、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自古以来。这问题争吵不断，尤其谁不离开，谁不再找伊爷爷，敢讲你无见？咱兄妹大力张刚是无，伊就气嫌咱有间落魄的家庭，伊对咱是另眼相看，我担心，如今问不到好不对，这个大家以后你是要怎甲伊相处？我是惊小妹你伫咧张家会吃苦吃亏啊！你看你要快乐，原来你什么代志是为着我添过一个心事哦，为着宝宝的个性，我生气啊！宝宝思想等你问了后，你们无咱好面色看看，阿哥阿兄，即摆环境无同款咯，叫啥大你问？算讲咱叫伊一声面，阿哥如今我是要来嫁我叫你苏吉后，伊算来是我的心肝，是我的宝宝。无论安怎，我宝宝伊若大声叫，我会细声念，舒舒下下我会顺伊的心意，我一定会做，做到让我宝宝接受我这个新妇啊。顾小妹，讲起你算是天使，玉玲毕竟是你头一个心爱的人，你为着伊，愿意一起做张家的媳妇，可能是阿兄有较多有私心，也不过天话你也会记的。凡事在这个世间上，人讲只有唔对的时势，无不是的时段，人教你受听，人讲你受听。事事行行都爱在去担，希望你久见亲笑。你这个媳妇，早是你会当得到恁宝宝的心吗？后日我想要要安怎做？我绝对袂让阿兄为着我添麻烦事，什么使我搁在咧担心？家务万事兴，一切事事行行，我添麻烦也袂变怎样？先个家己交代事。阿兄，这是谁？你。